我问问你在这干嘛？大成哥，终于来了你啊！等了一早上了。等了一早上了，对呀、啊。你不用在村口等我了，我直接去你家就好了。没事，您记一下，我早上把鸡都杀好了。哦，这么快呀？我们回家，我给你早上杀了一只鸡，然后给你做一个我最拿手的八汤鸡给你吃，什么给你叫尝八一汤下。鸡？等一下你见识一下就知道了嘛，我跟你哦，说你也不懂的。好的好的，那坐车吧，坐车。叔叔，哎，要吃饭呐？我跟那个阿姨买了点水果。不要那么下戏啊！对，你在你。不要那么下戏。那个叔叔，我给你买的是那个烟。这个就卖了抽烟，花钱。哎，我上次看你抽那个草烟，所以我给你买了一点。哎，要那个，你看了吗？看一下，多少钱买的？为啥买的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个秦妹妹听说我们又回桐镇了哈，然后跟我打了几个电话，就说来他们家里面，她准备了土鸡，让我们过来吃土鸡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是我。脖子啊。哦，这块干嘛的？就是种那个稻谷啊，下那个秧啊。对啊，你那个闺蜜的，上次那个。闺蜜啊，在家里啊。要不要叫？要打电话叫她一起过来。好。打电话给她啊。大帅哥，你们中午吃了没有？是，中午吃了饭。哦，要是没吃的话，随便吃一点。嗯，吃过了，中午。那吃过了，等一下就要吃晚饭喽。嗯，好，吃晚饭吧。啊，那我慢慢弄啊。嗯，好。小朋友你好。我帮你介绍哈，我帮你弄肥皂。我说你好。现在好，打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。八汤鸡就是把那个面揪进去是吧？对啊，把这个面肠揪进去一汤。摄影师，八汤鸡反过来就怎么念？这我爸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哦，你爸最喜欢吃的，然后你做过我吃是吧？吃饭，叔叔，阿姨，快坐，来坐，哎呦我的妈，干了，打完就走，坐吧，坐，哦，进来，我开了，进去，开始啊，叔叔，来，长辈不动筷子，我们不能动筷子，先来，阿姨，赶快来，阿姨，开始，八汤鸡和菜夹，我开始了啊，八汤鸡，对，来，你们等着，好。
还好吃。这个给大成哥吃，这么远的地方。吃这个呀。吃饭了。那个给叔叔鸡腿给叔叔吃吧。没事没事、啊，这个给他吃。啊。这个鸡翅。嗯。大成哥，您这几天忙不忙？我们还好，都是玩吧。不忙的话，就再玩几天呗。就在你们家玩几天了？对啊。可以，那你玩几天啊？玩几天？你别嫌我们烦啊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自己聊。好好好，自己。两千票。你上周嘞？周日应该还可以。尝一下这个，嗯，好，嗯，这红烧鱼不知道你们吃不吃行吗？有啊，嗯，应该是比较腻啊，对，嗯，好吃，可以吗？嗯，好的，你自己吃，辛苦这半天了，我没事没事，我们家还大家伙都是你的，来这个鱼。自己我自己来，嗯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哈。怕你不好意思吃。没有，我哪里不好意思？我脸皮这么厚。大哥哥多吃一点、啊。好好，嗯，好吃。吃饱一点，还有这么多菜。好，都吃，都下桌子了，还我一个人还在吃。没吃，多吃点才能干活嘛。我的饭量比较大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的好多，我一个人吃到最后了。要吃饱起来。哎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是我的主持人是吧？